哦，等一下。然后不是有发布一个，Hello，对，就是这个。Hello，Hello。这个是什么？可以在战斗中用这个，用这个衣服吗？那应该都，就我这个拿过了吧？你怎么了？对，已购买，没有错啦。最新消息，正在等待。嗯，在哪里拿？不用下载吗？不，就是不用下载的吗？两个项目，领钱想先买《女神异闻录》，买呀！哎，安装嘞，好，怎么这么快？买呀，好玩，买，都买，都可以买。我今天要潜入，我还书了吗？好像还了，对不对？是什么空白卡片？什么都没有写的白纸卡片，太会学了吧！我一直忘记这个东西。传说中闹鬼经验。去一下涩谷好了。战前观察。你说实话，你是被伊邪那岐的造型给吸引的，根本是虚化学生。好哦。进行抗议活动。涩谷的大家，请再能力忍耐一下，以太阳神的力量。你怎么不撑伞？即便是雨天，使徒们应该也在战斗着。我不能自己贪图享受。前几天涩谷的街道上，到处都贴满了预告信。太阳神的使徒怪盗团，他们会帮助街道恢复和平吧？我们什么时候是太阳神的使徒了？好哦。恭喜我中奖！玛吉卡哟，个十百千万十万啊！我中了10万元啊！玛吉卡哟！哇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！买，买，都买都可以买，我爽啊，爽啊，822，我爽啊，武装是整队都能用啊，对，赚，爽，爽啊，日文版的 DLC 人格一直买灰夜，灰夜，哈古，哈古雅。要去买乐透，但我本人没有中过，好不好？
我本人运气超差的，我只有在游戏里面，好不好？我只有那个 Love Live 可以抽到 UR， 其他都没有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去印象第几？第一。光秀你好啊，不是光秀，靠腰名字林志无郎，我叫光秀。别这样，材料还很少，说穿也不过是假设。按照我的推理来说，喂，那个不是名字吗？干！呀，真的是让他跟我们合作吧！你叫我祖先名字干嘛？名字中枪，好哦。他不见了。哦，账务员。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しょうか。鉴定菠萝包，好赞哦！鉴定梅隆胖，有自动贩卖机耶，有卖什么？干烂东西，这里嘞。名字中枪，不要啦！迷你咖啡，滚！没有用。我要去印象空间了。你叫的光秀后来是当阴阳师？是啊。刚念的好有磁性，再念一次。刚讲了什么？还叫一个身材不错的阿福，刚刚可以去找武剑买，还会和回 SP 的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还要找那个欸，我不是还要 找那个占卜师吗？他也要卖10万欸，魅力四人可以在酒店打工，不要啦，我要去当牛郎吗？よく聞け。ビリ。いいぜ。いいぜ。うん。現在有。你好，地狱的打工。我现在有三个任务，我们就去打波。噔噔。探索印象空间。为什么还可以潜入殿堂啊？殿堂不是毁了吗？ラブライブ。走吧。よし。一暴れするとしますか。我们又进入了扭曲米奇空间。什么打波？ラブライブだ。潜入開始だ。油断すんじゃねえぞ。话说我好像可以随便换人欸。さてと。呀，看一下我的佩鲁索纳，有点多哎，我也是啦，因为还不知道怎么喝。さてと、さてと。我今天应该预定会唱歌，好不好？10点半差不多，从中途开始。我要直接从，我想要不要直接从这边绕过去？因为感觉东西很多。唱台语没有唱台语啊？这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台语到底要唱哪一首。我真的觉得不管唱哪一首都好破坏，破坏一个宅气，你知道吗？突然变很乡土，青春的肉体买啦，好不好？嗯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我离了，我离了，赶紧老师。好了，算了，应该很烂。
我试试看，我揍他会怎样？哎，没死哎，好猛哦！啊，按错了。哦，各种按错哎。算了，事情都这样了。呜。我刚刚念起来就很有宅智力，怕什么？要怎么样很宅的唱台语歌呢？有谁可以告诉我呢？怕风怕火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就是。Catman， 穿女服装唱台语歌。我没有，好不好？我的人生只有球裤，没有女服装。我的人生只有球裤。啪啪啪啪啪！哇，打好多哦！应该是比谁痛就对了。透过东乡一二三的协助能力，运指帷幄，可以在战斗中替换参战成员。轮到太阳星时，按下 L2， 在 Order 选项的 Party 里选择替换的成员。一旦更换的成员，太阳的行动回合就会结束。但是身上附有异常状态的伙伴是无法进行更换的。干，我们太郎输给了两个女人，扣死皇帝企鹅，很热哎，那个毛很多，这个不要，那个也不要，毛最多。到底感觉自己就是在练功啊！左甲，左甲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好烂！有一些都可以拿去卖了。说耐力有什么用？你人生志愿是存钱买1:1的方级布偶装。对方级有什么感情啊？我已经忘记方级的主题曲了。我已经忘记。完全忘记啦！我劝你摩尔加纳不要泡我的女人哦。刺激！我都已经撞车了，很刺激不？我唔惊。第一区只有那个哎、欸，只有两区，不错不错。方吉布偶装要多少钱？因为方吉是最完美的魔兽，口碑哦。为什么方吉在你的印象中是这么邪恶的存在呢？不过就是一个 Takeko。破洞的武器，这个好像可以卖钱，不错不错。よしよし、エンジンあったまってきたぞ。
よっしゃーよっしゃー、はい、野岛更是极品，这听起来有点糟糕啊！这个啊，纳尼？我觉得这也看起来蛮猥亵的。他们有够烦。算了，クレイ。啊，什么密室？假的还密室？对话要钱。乌索达都已经过去了，402元，太少了吧？应该还有别的吧？竟然戳我暖热，他应该还有别的吧？应该还有别的吧？哇！应该还有别的吧？应该还有别的吧？啾！啾！一直跟他要钱。我该要几次啊？5次有吧？跟前鬼一样被封印，简直是奇迹，傻小。重生吧，前鬼，我召唤你回来。我还你元清。哎。没动啊！摇钱妖怪，他钱也给很少，好不好？姓猛。身材好。那个前面也是蛮雄伟的，然后又强，对不对？但是缺点就是智商太低。好，谁？放！拜拜。对话要钱，不要657元，应该还有别的吧？再来，我要和朋友商量。啾！哎，认真点。打那种烂东西，竟然给我密死！学生会长，认真。前鬼有一首更热血，但是却只用过一次，无敌的鬼神。啊？よし。什么时候比赛啊？哎呦，中枪！哪里呀、啊？出口。记得前鬼有另外一个变形形态啦，他不是拿什么刃吗？我叫黄金龙，我是不知道黄金龙啊，但是我知道下巴龙，好不好？这样会不会被挤啊？被人家下巴了。我没有说是谁啦。
有人叫做黄金龙吗？哦，黄金虎我知道。哎，怎么有人 miss？ 哎 ，resist 好猛啊！到十点半前可以探索完这里。哪里啊？空的。ね、誰か買い物付き合うの？好。荷物持ってほしいのよね。你说的话都好。俺は絵のモデルをお願いしたい。哪里可嘞？哎、欸，竟然有这个哎、欸，赞哦、喔！什么？你快死啊！你要死哦、喔！我、喔、差点就死了。对话。Hello。我这是认真的话吗？我以为前鬼比较认真。他不只用一次吧那一招。我才知道有后鬼。后鬼是个小正太。也不能说正太啦，美少年。文弱书生感，不是你们啊，十四，死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哟西，什么东西？我手是混蛋，有这种东西吗？污秽的防具，鼻子又好痒。外面走那么多地方没开啊！噔噔噔！可是有混蛋这两个字吗？不要唬我！可能前鬼是啊，喂，鬼神童子可能在我。之后我太小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女主角叫神奇明啊，小明，小明。呀，这里是不是都没有上锁的宝箱啊？勉強に仕事に俺の生活。我看龙师没有在学习哦。手按片，噔噔噔噔，いっちゃった。道がガタガタしてるから。哎，我没有看到莫尔加纳说啥小。小明是个骚包，有吗？混蛋是自己中毒，显示错误。骚吗？他不是一直露内裤而已吗？啊 ，JK 裙子都很短啊！哎呀！喂！到底为什么他都不打不到啊？到底为什么啊？何？他这么烦哦，好会哦，太久等，我打不赢他。
分灯要钱。不要。看你钱好少、哦。丢了，你还不死？哇 ，critical， 靠背。哦，站起来了。棒！有时候会有追击耶。直接打爆你好了。哇哇，还抢哎，还抢、欸、他东西耶、欸！你看你们现在是拿枪拿得很开心是不是？嗯，召唤就召唤，为什么雷是要飘下板？还太凶了吧，断他四肢！啊，就是风很大啊，对不对？风很大，裙子就飘起来啦、啊，干嘛这样怪人家？不是他愿意的、啊。重钢管，噔噔，哦，烂，难买、欸，爽，然后你看嘛，他为了要就是放咒，然后他没有办法，没有手去压裙子。要怪他，我没有看那个哎、欸，我没有看漫画，自己找好烦哦。五百，要钱？不要。应该还有别的吧？难道我很贫穷？现在在呛我咯？对，我很穷，怎样？音响，你以后不要买裙子给女儿穿，这样才不会音乐童暗上新闻。噔噔噔噔。さて、今の大したことなかったね。突然觉得当你儿子很可怜之外，当你女儿其实也蛮可怜的。一不小心露内裤啊，吱吱，死定！我爸爸要杀了我！哇，门中门呢、欸？怎么沉迷捐血？那小、啊。在说什么？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，他是在讲什么语言呢？我都没吃饭，太忘情废死了吧？到时间不吃饭，胃酸都跑出来啦！小心，胃就这样子。这不是木林吧？去死！哎、欸！但他为什么打不到啊？他为什么打不到、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不要。应该还有别的吧？好，让你们死啦！不想留后患。第一个礼物会是武士刀，我觉得你会被叫到学校去。老师一定会把你女儿当问题儿童啊！可以直接按哦。
真的假的？可以直接按？哇，太方便了吧！太方便了吧！我现在才发现有这种事，可恶！直呼。你都手指虎吗？看见了，我以为是锦衣指虎。啊！不要发现我！噔噔，我被叫去学校约谈，你第一话会要打，至少要打断对方一根骨头。不是这样吧？氷結に弱いですね。ここ大丈夫。こちらの方が強さを上よ。不是啊，你女儿没有被欺负，可是她带了武士刀去学校，她一定被约谈，好不好？你会撸一辈子？这样啦，爸，如果撸一辈子是你的选择，那也不会，好不好？今の大したことなかったね。哎，变态又出来了！他为什么打不到？他为什么命中率这么高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学生会长你打不到人？你的命中率有80几吧？よし。你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对呀，有88，没有道理吧？没有道理吧？命中率88，应该就是88%吧？他为什么一直 miss 啊？这个80%都快90%的东西不合理吧？全不能理解啊！你终于中了，干还没打死？不要再打了，要钱。我手打的，但你也太穷了吧！164，164，好了，看你没口袋。看你没口袋，你可能真的没有钱。你情愿你女儿把欺负她的人推下楼，你也不要回来她。哦，她回来跟你哭，她也不是这样吧？我怎么觉得你们想法都有点扭曲啊？只要大家都要互相理解，好不好？不要做欺负人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把你女儿练得很强，就不会被欺负。啊，所以可以让她学个什么和气道、柔道、跆拳道什么的，不错吧？用气势压人。那可能要警局探望的女人，还没体验过99%，还 miss， 也太可怜了吧！送他们上路好了。干，上不了路，干，废物！好吧，他是不是抗魔很高啊？勝利的。啊，我不是说就是几率高就不会 miss， 只是说他也太容易 miss 吧。他说他的那个大概有88%攻击的照，我看只有3%，好不好？只有3%的几率。
钢管是烂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等一下，这么扭曲，去吧。你真的是抖 M 欸。这样，法力跟奇遇老师一样强，可是问题是，他这样会秃头欸，不好吧？要成为那么强要秃欸。是霸凌的幕后黑手吧？霸凌，换我霸凌他。啊，你，这是你的要求，那我就讲了，金枪，废物。但是我不是 S 啊，我是万恶的根源。阿霍嘎，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，强大人才会被赋予享受人生的权利。好哦，像你这种恐吓他人的人渣是没有那些权利的，无法顺利活在这个世界的弱者，当然会被强者当成肥羊仔啊！啊哈哈哈！开什么玩笑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强者，是不想弄脏自己手的卑鄙小人。逼逼小人、你这就叫做败家犬的虚张声势吧？不，狗至少比猫和老鼠强，你们只能算是臭虫，一群臭虫受死吧！他是背着书包，好认真哦。哇，你哪位好可爱哟、哦！陆行鸟全餐怎么一回事？没有陆行鸟全餐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会开给你们看。噔噔噔，阴影左右舔，太左右了吧？啊，啾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啊，忘记用魔法了。我看你是欠祝福哦。我觉得你是欠祝福啦，我就知道。退货，把力量借给我啊！我的喉咙有问题吼，啊、医生，我现在哦，医生说我现在不能说话的吼。哦，干，医生叫你不能说话，你还讲一堆。白木牙医直上升，白木牙医直是谁啊？我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，哪买你也要买，我在网上买的。但是根本是女神转身的雪精灵，有这么黑？噔噔噔噔，我没有输，我很强，很强，没有错，对吧？不是弱肉强食吗？因为弱小才输的，怎么这样？あのさ，我说你就承认自己输了吧，这样。超逊的耶，是我很逊。那么这次就轮到你这失败弱者被吃了，我会把你炸成渣的，做好觉悟，请原谅我，对不起。开玩笑的啦，要原谅你的也不是我们，好好去道歉。哇，太悔改了吧！邪恶之血的结晶是什么？邪恶之血。啊，我看是某之血哦，常常自己一队的那个，又想，还能继续前进，哦，我还好呢。监狱学员的那个副会长对不对？那胸部超级大，连那个扣子都扣不起来的，那胸部超大，屁股也超大那个。异闻录好像不能用原装时空哦，对啊，截取卡我这一张，如果是我这一张的话，因为这个我的截取卡比较，说实在就是比较烂啊，所以他现在啊，我当初买的时候好像1000多快2000的样子，我不知道实力现在价钱多少。
题。哦，就在前面，近哦。不会得疼钱。因为它会有 一堆片段被禁掉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很好，就让我们来个大飙车吧。关系，因为我们龙师就是个幼稚鬼。哼，残值可能剩100块了。没有啊，因为截取卡都还蛮贵的，所以我这个算真的是算比较低阶的截取卡，你自己去看原缸都超贵的。霸气，佩鲁索拉，为什么？我没，你是密室吗？可恶 ，Kito， 怎么呢？红豆泥都已经过去了。有一，还有别的吧？好了好了，总共几百波，撑个几个月。等一下哦，那。竟然是这只！你好，高低阶截取卡 ，Hello， 他在哪里哦？啊，什么？你只能死了吗？高低阶截取卡猜在流畅度吧。因为我这个好像不到60吧，我这个好像只有30fps 而已。好，你说要关键字哦，找一下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我当初有在那个有，因为我这个是预购第二批的。我在想是不是已经还有哎、欸，我不是帮这个人，我先说好，我这不是工伤哦，我接下来贴网址是某不好吃啦，我现在真的不是工伤哦，我要贴一个网址好不好？我只是提供一个管道啊，我不是工伤，反正就类似这一个。哇！我没有在业配，我没有赚钱。我只是授业解惑。我没有业配，晕。贝鲁索拉 ，Captain Kito， 要钱？不要。看你，你太穷了吧？好，这时候就可以干掉你。那钱太少了吧？哎，我不是 S， 我本来就不是 S 啊。嗯。我最怕别人受伤了，我怎么可能是 S 呢？
看到血就觉得恐怖啊。完全没有值得一画的美感。不会啦，有些感，有些还蛮正的啊。哎哎，大白，等一下，我阴影那边还没去，记不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秒回，回上方区域。又要重找。我一个走太快。哦，你喜欢？应该还是受伤，还真的。拜托不要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隠したの敵ね。銃撃は効かないから、他の攻撃を使って。隠したの敵ね。銃撃は効かないから、他の攻撃を使って。あ、お。我们性最猛哎、欸，魔法痛，攻击也痛，好不好？最猛那种。ペルス。为什么他到底在讲 C 傻还是 G 傻？臭臭臭，你干嘛、啊？真是的，要钱！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不要！他妈，你也太穷了吧！你把你的盔甲卖掉好不好？喂！来来来，阿干，阿错啦！不是，不是。嗯，没错。嗯，ご苦労様。噔噔噔噔，我那些怪那么穷啊！哦，勒索都勒索不到。跟我捡东西耶我。哎呦，这里哦。就直接来这吧。我自动贩卖机有卖水，但是自来水已经很好喝了，不懂。我也不懂，因为有些人就觉得矿泉水比较安，就是安全干净，但其实也没有。哦，哇，好贵啊！6350。今天去哪？我今天吃饭呢、啊。参加对餐饮殿下的时候，窃盗集团对弟弟施以暴力，不能置之不理。过去说一下话吧。我看你就是那个最邪恶的哦。马奇乌哎，我是窃盗集团主哦，没错，我就是。我只是怂恿伙伴去打工而已，但是我没有错哦。事到如今还想找借口，你丢不丢脸？几 gay 哦！我原本只是想随便玩玩，那群笨蛋得意忘形，给我添了大麻烦。可恶，为什么总是我受罪啊？受什么罪？还用问吗？从小到大都是啊，不管是学校还是社会，都把我当国咪。老爸老妈也只会偏袒聪明的弟弟，照这样对待，谁想要认真活着、啊？所以我才要反抗这个混账社会啊！哇，用低能的方式。反抗社会，用暴力与犯罪反抗，说什么蠢话啊！啊，你们不也是底层的小偷吗？别自以为是的蠢货，快滚！不扁他屁孩，没有醋了。我要在座各位靠背，哇，他长得好 special， 他还有那个哎、欸，超级金发哎、欸，还螺旋状的呢，那高高在上的哎、欸，不愧是卷上，太卷了吧！最卷那种，那高高在上俯视我的双眼，看我把它挖出来捏爆。修干。又叫我们 cosplay。
ヘルソナ。私の怒りを思う。ヘルソナ。ヘルソナ。食らえないよ。麻烦啊。那、哎、你人格那么低劣。五倍。狙狙狙狙狙狙狙！还 miss。丢！不要！我求你不要吸我的魔，魔魔很重要。你居然吸我的魔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都 miss 啊？我高潮。那又 miss。哦，打死你就赢了。都是熟练，我不是啊。他有大球球，现代版的妖怪。那么是不是有在南大杰店兼差？可能有。Level up， 我们学生会长29级了。搞屁啊！什么怪盗团？不可能的吧？这样，你们从老弟那里好好反省一下吧。看来注意到太晚了吧？话说你其实知道你弟弟的感受吧？点点点点点，那家伙为了我，这是我房间的柜子钥匙，转交给我弟。你们是义贼吧？啊，谁要为了你？需要转达什么吗？就说把里面的东西烧掉吧。QQ， 成就钥匙，那个宝物要怎么办？交给委托人，也是拿着也没用。怎么办？我跟他弟弟是同一个高中，可以由我交给他。不用，我被偷偷拿过去放吧。怎么说？这样感觉更好。希望事情能和平解决。直接转就也太怪了吧。总之，惩罚成功了。Yeah， OK， 怪盗团的一小步，赞赞赞赞，龙狮傲娇。奶奶，奶奶，继续前进。出去吧，龙狮傲娇普通呢。逛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好了。为什么我们信可以一次打掉，我们学生会长却不行呢？哇！贝鲁索纳！啊，我的魔被吸了30，哭死！不够苦。不要！139元，再来！やるではないか。再来，やるではないか。好，谢谢。这音乐好奇怪，女一比较强是很合理的，没有啦，应该是武器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信没有智商，但有力气，好不好？さて、あれ楽勝すぎた？其实我发现奈奈真的 很少配这种没有智商的角色、欸，他配的都很聪明。没东西，我不要进去。放奈奈配的都是很强的角色，强。玉ねぎ食べても平気だったから、やはり我が輩は猫ではない。猫吃洋葱会怎样吗？お前マジか。
空的。哎、欸，撞，一直撞，没有智商。我家那代二头肌没有错啦，幸于他快乐的伙伴。没有智商总是要有力气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快要一个小时了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开始烧烤是什么意思？嘴唇脱皮好麻烦哦，我明明就喝一堆东西啦，哦还这么干啊，哦拍谁啊，我先试隔音，声音调小一点。